真正广结善缘的人，哈，一定要学会去布施，去付出。那么聊天聊到现在，我就是想传达给大家。 就是广结未来善缘，广结未来善缘的方法，其实就是要准备多付出，你和你家人多往外出点钱，出点力，做点奉献，多点关怀，多跑个腿。你所做的一切，肯定就是一定会和你的享受的人生正好相反。朋友需要帮忙了，你说哇，我刚沏了一壶茶。 我躺在我的沙发上想放松一下，我也工作一天挺疲劳的，我也享受人生。我家里也有小孩子，也要上有老人。可是朋友有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帮忙，我怎么办？就要分你是否慈悲了。你要慈悲啊，没关系，赶上去。朋友找到我就说明把我当好朋友，我赶上去。你不要说，万一我需要帮忙呢？那就是低级了，这种。 叫做普通的凡人，你肯定会因此而烦恼。但是帮人，人家找你就说明，哎，和你还觉得还是挺亲近的，你就乐意去帮，这样就好。你不要盼着说，万一有一天我求到人呢？对，所以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慈悲的人，就一定要想到多吃亏、多花钱、多出力、少享受，而且呢。 还没有尊严，你不要说我是老板哎，哎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在某个地区，我们那个呃文宣摄影组的摄影人员，通常很多人他不太善于去像社会推销员一样那么能沟通，不会社交，因为他是做技术的，他们拿着很多设备到陌生的地方。 就很紧张，下了火车都不知道往哪走，然后好不容易找着有个师兄，说有个暗号，说那是有我们的人，我们的车。结果呢，去接车的人呢，是是一当地的一位老板，老板呢，哎，自告奋勇说，哎，有什么事让我吧，说正好没别人没有空，也没有车，说他有车又有时间，你能不能帮我接人？好，他就接人了。 那人一见他之后都不会打招呼，赶上去问：“哎，师兄，车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车在外面。”打开车门，因为手里提着很多东西、啊，打开车门，哎，把东西一放，好，咱们走吧。等把我们这些同学放下之后，他就很生气，呃，送站的时候我不送了，去找我们的负责人去谈，我不送了，说怎么回事？我被侮辱了。说你是个男的。 我们摄影组的都是小姑娘，她怎么侮辱你了呢？你人生遭到侵害了吗？不是不懂礼貌。哎，整个我就了解了这个过程。哎呀，人心呐，这老板，哎，所以我们同学就问他说：“你你他就是说我调查了一下，没对你人生产生具体侮辱啊。”好嘞，我都是董事长啊。 那你董事长怎么不懂事呢？你啊！我这句话是我送给他的。过来，你来做功德的。这些小孩子们，其实这么多的设备，人生地不熟，不熟悉才找你来接的。你挑这么多的毛病，你还是董事长？你这那天回家吗你都不懂事，你做什么董事长？啊，对不对？ 你以为你注册个公司就是懂事了吗？懂什么事啊你？因为你不懂事，你才来学习呀、啊。因为你不懂事，你才来落了那么一身的病啊。他做功德的时候，你还是董事长。改了，那师傅怎么改？改成叫不懂事。就后 <laughs> <laughs> 他把他名片后的董事长全用笔一划。 哎，他给朋友说：“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不懂事了。<laughs> ”对，你以为叫董事长真懂事啊？真不懂事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办，傲慢。最后他太太懂啥市长啊？他就自己没有下属，当然没有了，俩下属全叫他骂跑了。那么一个人个皮包公司还懂事？ 早懂事就不至于一个人呐、啊。老太太说：“是啊，我都想跑了，就可惜生了个孩子之后没办法了。这又不是因为这孩子，我早跑了，他就光棍一条，那臭脾气，见谁骂谁。他总感觉全世界都欠他的，谁做事都是错的。这总觉得全世界都是做错事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不懂事。所以做一个。” 真正广结善缘的人，哈，改变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未来的美好的缘分、善良的缘分的人，一定要学会去布施、去付出。我讲的这么具体，付出第一就是金钱、体力、时间、技术，甚至是爱心，还有很多我没有想到的。 所以，做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修行人，就是学会吃亏，学会奉献。所以，要让我们未来我们自己人生更多很多有善缘的好朋友、好缘分，还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有善缘、有好缘分。哎，那我们呢，就像播种一样，我要播一些。 甜的、好的、美的果，这样的种子种下去，所以用善心，所以你就要多布施，多给予，那就是善良。